三教子。走路就脚会痛啊，走那么多小时脚会痛酸痛，所以走路走了半了。等一下。
看，哦，你看，换那个衣服了，换衣服就是要让神教通过的，换衣服就是要让神教经过的。几点了？快十二点了，还是十二点？哦，不行，先从南边过去呢，先从南边过去，再绕上北边。哦，那个村庄。啊哈哈！好，大家好，哦，哦，过来了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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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要放炮了，还卡住。太好了，想通了。哦，从南边绕过去，再绕到北边，就是绕到村庄的东边了。他们取水，积水溪堤好像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哦，很多，很好听。人叫正头哟。要往南边了，你看南边了，你看到往南边下往下游的方向，然后到朱昌海老师，朱昌海老师的家门口那边，再转向北，转向北到东边，然后再走那个堤防道路那边，然后在堤防道路附近了，然后再往那村里面的庙敬天宫，敬天宫集合。中午在敬天宫休息，然后要到堤防积水溪堤防，堤防内河床地那边有九天烽火宴，九天烽火宴，宋江观、宋江观那边。谢谢谢谢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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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呦，上高了，哟，我给，我给。好，你好，张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。你是在我阿哥，姓张。我阿哥哩，我三哥啊。哎呦呦，张什么村啊？张义村啊？张胜村？张胜村。哦，张胜村是您上。张胜村是您。我是辈。哎，我哥哥。哥哥啦，好。哎，叫你爹啊，张胜村对对。哇！谢谢，感恩感恩。我大家公园感恩啊，谢谢啊。什么花？哎，很美，红梅，红梅的。哦。绕到右边，可能从下云方向。哦，好多香蕉呢，哈。探头杠，哦，鸡蛋花，鸡蛋，天龙花，雪龙花，对吗？哎，弄条卡是要的。来到明天。好，没事。